久前以迷你舞集回归的 EZ 在女团大战之中依然保有一席之地。成员彩领最近登上许多节目，展现独有的综艺感。先前在 rapper 李永芝的虽然没准备什么菜中，以一次吃完一桶品客是暴食的说法引发了超高话题度。最近她又登上了另一个综艺节目 Radio Star， 谈到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女团，心目中女团的形象是像少女时代前辈一样。然而 EZ 的风格却大不同，其实自己并不擅长，总是要很努力的表现出不良少女的模样。而一起上节目的还有 Super Junior 的神童，身为舞蹈担当的彩领也表演了 Super Junior 的老歌曲，让神童露出欣慰的爸爸微笑。不过说到学舞最大的困难，再度引发爆笑。제가안무를따려고했는데화질이 진짜모자이크모자이크수준이에요화질이신동생각을못찾아요화질이은근기분나쁜데彩领的综艺感真的是越来越好啦。